结束了，结束了，鸡蛋了。一人，刚过去2个小时。我要上洗手间。我也去。我也要。你们三个5分钟前不是才去过吗？ 任总，我刚做完手术，我的情况你知道的，比较特殊。我吃坏肚子了，拉肚子。啊，是吗？走吧，走吧。啊，我什么理由？前列腺炎呐，王铁柱小姐。哼，没想到。 挺记仇，我不但记仇，关于你的每件事我都记得。我才不信呢！那你知不知道我最想要什么？当然知道，这个答案就在水下。我掉到了深海宝藏。 喜欢吗？这是你准备的吗？嗯，我帮你戴上。嗯，你不是一直都有一个想要当设计师的梦想吗？我会陪你一起去实现。 大庭广众的，秀恩爱呀、啊，秀恩爱，犯法了吗？你也可以啊。哦，你忘了帮罗经理准备礼物了吧？罗经理，我真的同情你啊。圆圆，这里太晒了，我们先上去吧。嗯，有信心。嗯。<笑>那你有信心吗？当然有啊。 这次终于肯原谅我了。接下来，就是我以往真的时代了。发朋友圈。上次那个春梦，真的让你记忆犹新呐。什么春梦？明明就是一场穿越前世的美梦。 上辈子我不畏世俗，和你厮守终生；这辈子你不惧恶疾，忠贞不渝，这叫因缘际会，多美啊！嗯，那我也要改个备注配合你一下。 大爷，东儿给大爷笑一个，多白白呀！嗯，大爷给东儿笑一个。不要！圆圆，你看前面那对情侣，多甜蜜啊！你快看，趁他们没发现。
这个怎么样？这个身材很好。这个。还看辣妹，辣妹恢复了是吧？辣妹恢复了。这个。放这儿吧。我想帮他设计一个，我觉得你这边可以设计成毛衣款的。很有天赋嘛。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陷阱的味道？我忘了告诉你，这间是蜜月套房了。我去个洗手间。阮东升这是在哪儿学的一身套路？他这么处心积虑的对我，这么处心积虑，我一把该不会在这里来个晚节不保，发生什么省略一下三千字的事情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可是孤男寡女又身处异乡，这谁把持得住啊？你不能现在就缴械投降，自毁长城啊！可是我打又打不过他，逃又逃不走，不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怎么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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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刚才在卫生间里在干嘛？我在做广播体操，活动活动身体。你在地上睡得舒服吗？挺舒服的。那就好。我去开窗透透气。有虫！虫！我看看。我来。小心。飞走了。其实我刚才说错了，地板一点也不舒服，我可以来床上睡吗？
有灵感了。什么灵感？圆圆，那我们要不要趁这个时候加强一下灵感？嘘，别把灵感吵走了。其实你这次带我出来，不光是为了要跟记者秀恩爱，一定是还有别的事情吧？被你看出来了。当然了。说吧，发生了什么？是关于你好的事。他的原名叫微亮，他的父亲微重之前在我爸的餐厅当服务生，和我爸一起在那场爆炸中丧生。这一次的新闻大概就是他匿名去爆料的，我如果现在拆穿他，可能就会彻底毁了他的人生。但我现在更害怕的是他再次出手去伤害你，所以我们只能暂时避开他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这个我目前还没有考虑清楚。不过说到底，还是我们阮家对不起他，他才会一直活在仇恨之中。但我真的不想放弃他。我男朋友不但长得帅，心地也很善良。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女朋友。这画面好美啊，真的很美。我觉得真正的美不是在于你有多少金钱，或者头顶上有什么样的光环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的肯定和笃定。像这种能够不顾及别人的眼光，跟随自己的意志，自由自在地活着，那才是真正的。
帅哥美女，来，一起来玩啊！啊！哎呀，走了走了。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帐篷啊？我搭的。我是想说，我怕你累，所以想要搭一个帐篷让你休息一下。在你刚刚跟他们跳舞的时候，我就先过来搭了。然后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真的想让你休息。我们要不要继续找灵感？找灵感？好。在想什么？我好像有灵感了。